好，0.985，请到小数第二位，小数第三位是5，所以要进位，所以是0.99。1.013，请到小数第二位，第三位是3，所以取掉之后就是1.01。整理一下，它就会等于0.99乘上1.01。那0.99乘上1.01等于多少呢？我们就要在旁边列上十四来做，乘上1.01。好，一乘上任何数字都是自己，所以是9。零掉下来，一乘上任何数字都是自己，所以是9。所以答案就会是有4个9。但是要点几位呢？1234，所以这里要补一题。所以答案是0.9999。